你好，我是小老师 ，Hola soy profesor 小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乌、吁的发音吧。我们可以根据一些词组一起来听一听它们的正确发音，一起吧。下午，下午，下雨，下雨。手术，手术。手续，手续。舒心，舒心。虚心，虚心。树木，树木。序幕，序幕。好了，今天的小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记得分享。再见。